land on 59. Keep your hands in the sky, waving around like a crazy high. Chang Yi Sing, okay. Hello. Hello. 欢迎一心，Hello， 你好，又见面了，欢迎。好，首先还是先请一心给现场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先打个招呼，好了。好，各位亲爱的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一心。欢迎一心。觉得还是应该继续努力，然后也承蒙各位世界的粉丝、歌迷朋友们的喜欢，然后反正张一心的音乐一定不让每一个人失望，咱们我也。不让中国失望，是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十月七号大家要多多的支持起来了。对，而且手感觉得怎么样？跟大家描述一下。就很好，很好，很软，小绵羊的感觉。哎，就是你的感觉。在拍这个广告的时候，我还在说这个确实非常方便，而且真的很好用。是非常好用，那具体怎么好用，接下来慢慢跟各位分享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白衣战袍，对。我相信一心，你平常工作的时候还是常常会穿到衬衫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是是是。你觉得穿在男生在穿衬衫的时候有哪方面的一些困扰？你觉得是挺麻烦的，就是衬衫比较容易皱啊，或者比较容易发黄啊之类的。那个就是好像就容易脏嘛，就比较容易脏。吃东西的时候容易会掉什么东西，就很难洗掉。尤其是我们大家就是在穿白色衣服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弄上油渍啊、污渍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哇，整个大崩溃。可是你知道男生在穿衬衫的时候就是男神最帅的时候吗？所以一心穿白色战袍白衬衣的时候没有这方面的困扰，也是因为用了我们太子的三色洗衣球帮你解决了这个烦恼，是不是超强去渍的能力了？是不是 OK。 杰哥哥，你穿白衬衫也很帅。是，我知道好看的人都喜欢穿白色衬衫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好不好？哦，首先他们非常的专业，然后包括导演团队也是非常专业，然后有给我看很好的脚本，那然后就是太子也对我非常的关心跟照顾，然后也给我很大的鼓励跟支持，然后还有理解，所以还蛮感谢太子。是，当然了，我们要代表太子谢谢一心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，我们今天做的极限挑战，刚才说的叫出淤泥而不染，把这个三色洗衣球投到我们的这个小小的洗衣机里边，沿着飞速，就我们就直接这样放进去，我们不用把它打开吗？不用。那我们先把它搅动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这个三色洗衣球啊，它的颜值很高，那其实呢它也是非常容易溶解的，可以看到。好的，那这两边、哎、而且你们看一下一心那边那个颜色很好看、已经完全溶解了，可能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个已经就完全溶解了，白蓝相间的。对的、对。好，那麻烦对一心帮我们摁一下，摁一下还是多摁几下也可以，摁一下。哦，天哪！然后你可以再多摁一下，我们这边更极限一点。多摁一下还是可以？多摁一下，可以多摁一下，没问题。好的，好，那麻烦我们的粉丝朋友也摁一下吧，我们这边更极限一些。哦，就是我们量少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哎、好，我们按一下。好。天，什么呀？整个全黑了，毁了。你敢卖你的白衣夫人洗衣吗？我觉得如果要是我们在洗衣缸衣服的话呢，如果我这个水变成这样，我觉得其他的衣服应该全部都报废了。对啊。那我们看一看太子会能做成什么样子。好，我们可以把它关掉。 OK，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正式洗衣服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正式洗衣服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个面前一些面前可以看到我们有两种颜色的衣服，是吗？嗯，对，我们刚才看，对，把它拿出来，用面前的这个镊子把它拿出来，在里边这两位粉丝可以尽情的调洗，那我这边轻轻的调洗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布上有过湿，然后我们看看调洗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。对，你们就可以使劲的，你可以上手。这个差很多哎，我们把它拿出来，我们放在那个上面给这几个特写好不好？好的，那我这边已经洗完了，那这两位粉丝让我们这右边是太子洗了，左边是一般洗衣液洗。对，一般洗衣液，国标洗衣液洗。